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懂玩 Be the One， 我是乃哥，我是刘轩。你知道吗？在2022年的时候，就有一台车我非常期待，其实就在今天2月14号的情人节就发表了，其实这是你上的 X-Trail E-Power。而且呢，大家以前在选择车款的话，是不是都按车型来选呢？但现在呢，不是这样哦。以前呢，还有什么油车，现在呢有电车，还有什么油电混合车，到底当中什么差别？跟我奶哥来看看吧。哇，刘轩真的很会讲、啊。来看看啊，其实从去年我最期待的一台车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已经看过它外观的部分，但是它有很多的黑科技，为什么呢？其实现在大家在开电动车都有所谓的里程焦虑，那这台车最重要的呢，是因为它使用了一个 VC Turbo 的可变压缩比引擎，它本来是用在一个汽油动力上面，没想到它现在把它拿来做什么，你知道？拿来做什么？发电机啊。所以呢，其实也就是说 E-Power 的 H-Trail 呢，其实它不是透过汽油作为动力，它是纯电，它就是一台电动车。它看起来感觉就是电动车，它不用充电，因为它背了一颗发电机。OK，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，就是它把汽油加进去，然后燃烧它，燃烧。对，其实大家最想要知道应该是说它的价钱，它的价钱就是151.97万。它来自于不同的服装跟内装的颜色搭配不一样。那我觉得这最厉害的，除了它的黑科技，我找时间来试车给大家看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还是来看一下它，除了价钱之外，我觉得很重要是它的销售方式。哎呦，它使用的是线上预订，线下服务，意思是什么？反正这一台呢，就是只有600台，今年的配额，因为它是日本原装进口的。哦。所以呢，其实，在去年他说他要上市的时候，其实大概就已经超过1000张的订单。但是就只有600台吗？对，所以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不赶快下订的话，你可能就是明年了。哦，哎，不是，今年不才刚开始吗？对，今年才刚开始。在2023不才今天情人节吗？对，你可能就明年的情人节的时候，如果你情人还是同一个，你可以送一台车给他。OK， 好，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细节。留言告诉我们，当然最重要的是千万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、加分享。嘿，我是刘轩，我是乃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